对，现在复理比较整齐，这样切出来的话也不浪费。这进刀的速度调差不多，主轴转是40赫兹，主轴转是20赫兹，月刀转是40赫兹。出来的胶带它基本上是齐的，不往里面摊旋。如果这月刀不转的话，它有可能往里面摊进去。主轴转的方向也不一样，就类似于给剪刀一样似的，就用剪刀类似剪把它剪开了。你看进去的感觉，而且上面不带胶，不往外喷水，地下就是这么干净。上面设的是两个宽度，设一个宽度浪费，设两个宽度一点不浪费。切80了，马上80，切完后跳，马上80，切最后一刀它还摆个角度，是这个边出来是整齐的。好，门自动打开，刀自动归位。切4杠就满了。